感謝上帝，讓咱過一個主日，閣好來佇遮三甲來敬拜咱的上帝。我提先愛特別歡迎曹弟兄，閣好，伊是對麥國律來，哦，伊是麥國律族部來，是咱的黃小培牧師底下來介紹，哦，所以咱真歡迎
上弟兄个吼，曹弟兄哈，啊，咱也是感谢主个时代这个来吼，感谢上帝吼，啊，愿主底下来继续来特别鼓励咱大家吼，咱知影属母已经有唔那华侨罪啊，新侨也是已经罪吼，真罪，所以咱唔愿讲。啊，咱有法通过伫遐来鼓励，哦，咱那是向阿咱的三伯，哦，特别那有法通一听闽南话，啊，通来招因来甲咱三甲来敬拜主，咱拜三暗的小组也是伫遐讲吼，所以咱有法通招因，哦，啊，无论是信主无信主，吼，重要是讲因有法通认捌上帝，搁较深，哦，咱早起诶，组队。咱要继续个吼，咱顶礼拜有特别的讲完，所以咱的主题无上个吼。啊，顶礼拜咱讲到，咱也过去袂吼，咱彼此相听个吼。啊，所以底下来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哦，底下来讲，相听这项这个题目是真正的叫做重要，个什么？啊，只要咱相听。哦，伫教会内面兄弟姊妹三听，人都会知影咱是属主的人。哦，这是真重要。啊，耶稣有啊传教有教真多，有一挂的神学的物件，有教神学的物件。总是呢，伊最后一暗甲伊的门徒做一下的时阵，伊的独一的信息就是啥物啊？恁就彼此三听。亲像我听恁怎样，唔是多背吼，唔是亲像恁听我怎样来相听吼，唔是，因为恁啊按用安尼吼，问题咯，因为咱的人会听是真正的软弱个吼，咱会听人是听怀啊，特地来听的人，对咱有有来去的人，甲咱好的人，咱都真听，唔过怀。较艰苦听的遐兄弟，个吼，咱真较常忽略，哈，较常忽略，连伫教会内面，所以这方面咱就真正注意。迄摆我有提到讲，咱的教会名，英文的名吼，是 The Living Christian Church (DLCC)。我顶个我新新入来的时阵，我已经会听到咱的较早的主任牧师吼，白牧师、牧师娘，伊就来讲。哦，咱的名吼 ，DLCC 是 Tender Loving Care Church， Tender Loving Care Church， 三听的教会啦。哦，所以唔忙讲咱下时的话，同教安尼，咱迄个名，哦，咱迄个，咱就伊的意思讲吼 ，Tender Loving Care Church 就是有三听的教会。啊，那是咱下时教会内面，咱那下时有三听。人家己爱要来，下时的，下时的。人来吼，唔是个个为着讲道方面，唔是个个为着信息。头一个原因，敢若因要国爱多去多一间教会啊，是为着兄弟姊妹一款的温暖、会疼、会关怀。所以咱唔茫讲，咱无管偌小的教会，咱若有三疼的心，啊，上帝祝福咱啊。所以咱来看咱的经文个吼，咱个主题就是咱个盼望、荣耀佮喜乐，吼，因个盼望、荣耀佮喜乐。所以咱来看，继续来看，吼，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节，吼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 ，First Thessalonians。Chapter 2, verse 14 to 20. 兄弟啊，恁不效法犹太中的基督耶稣来的各教会，因为恁也受了本地的人的苦害，亲像因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第十五节，这犹太人抬了。主耶稣基督甲主耶稣甲先知，佮将阮赶出去，阮无得
因无得上帝的喜悦，佮甲众人做对敌。第十六节，唔准阮传道予外邦人，予外邦人得救，常常充满家己的罪恶，上帝的受气临伫因身上，已经到了极处。第十七节，兄弟啊，阮暂时甲恁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内却无离别。阮尽力会想办法，真甘愿愿意见恁一面。所以阮有有伫到恁迄来，我保罗有一两摆要去。但是撒旦却阻挡了我。第十九节，阮的盼望甲喜乐，并夸的冠冕是啥物呢？兼毋是咱主耶稣来的时阵，恁伫伊面前徛伫一条。二十节，因为恁就是阮的荣耀。阮的喜乐，主，阮恳求你祝福你家己的话语，用主的话语来鼓励阮每一个人，予阮伫阮即阵所面对的环境的情形，无伫遐灰心，因为阮知影主阮所拄着的代志，毋但啊，阮有伫遐艰苦，真侪的兄弟姊妹也是拄着相款的艰苦。求你听用主的话语来鼓励阮，来激励阮。基督奉耶稣名，阿门。所以伫遮，咱会看起讲，帖撒罗尼迦遮兄弟姊妹，个吼，保罗去帖撒罗尼迦第一个第二摆宣道旅行的时阵，一到帖撒罗尼迦只有三礼拜的时间，三礼拜啊，传道、教导啊，何遮？遮着上帝话语，实在上帝话语吼，上帝都是真正有能力改变遮帖撒罗尼迦教会，帖撒罗尼迦的兄弟姊妹。所以提到啥物呢？因有真正明显的一款的悔改，怎样真正明显呢？因是顶拜是拜偶像啊，人总是听到主的话的时阵，因接受主的话，正正就是当作是上帝的话，毋是保罗尔定所讲的话。所以有一款的能力甲权柄，所以因遵循这个上帝的话语。所以接着安尼，伊结果就是真正的悔改。哦，悔改对什么啊？对拜偶像、敬拜真神，这个是真正大的悔改。甚至真正明显的悔改，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我看你知影，保罗对提摩太讲吼，佮讲吼，提摩太后书伊讲，上哪要爱活着这个什么啊？敬虔的生活，的确的什么啊？的确，大家人也欢喜你吧？的确会受逼逼啊！这个是保罗佮提摩太讲遍。上款咱今下日也是上款有安尼 ，OK。所以迄时帖撒罗尼迦遮兄弟姊妹，当然会受真侪逼迫，厝边亲人欠债会甲你赶走，还是啥物？因为你已经甲阮无相，干那你阁换你的宗教，有诶就是讲换宗教，咱毋通阁变吼。咱即阵咱的生理达康真正丰富，真正好势，你毋通甲我换。咱有一挂青年人吼，是为着安尼个原因，无法通来跟咱，无法通行水咧哦。当然我可以讲讲，这个不要紧，水咧有法通担，重要是你有清楚明白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迄个是第一重要。水咧有法通听候，到我到恁主来诶人已经明白，甚至一日上帝有法通接着你。好因来信主，迄个是更加荣耀的一桩代志，所以，
真正明显会改变，真正明显会悔改。因无过拜过上欠债，因一挂朋友亲人入去跩佛庙，哦，因无入去咯，啊奇怪咯，大家人会切离咯，讲说无简单。迄、那个点钟你要信主，确实是无唔是简单的代志。欠债人有诶，会较会明白，特别你若对中国来，哦，迄时。你掠跩基督徒，跩跩物件，跩达康未做，讲吼，甚至未做有圣经的，迄时就是即款的情形。你若要信主，你若要相信主耶稣，意思说你甘愿受苦，是安尼。毋则耶稣甲伊的门徒讲，凡若想阿要跟随我，伊着啥物啊？背上家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是安尼。所以唔是一款真正快、真正爽、真正啊、叫做什么啊？真正了热的路，过好通去行吼，唔是啊，是十二个的道路。所以咱听到一款吼，咱国家会明白，干呐，我信主，我安尼遐啊遐忠心遐听主，干呐，我就搁拄着这代志，哎，兄弟姊妹。我们都没记得，耶稣在世间，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模样。Okay? 耶稣在世间，人对待他，怎样对待他？哦，英文就说，敢有给他red carpet treatment，意思是，咱就红，咱就红过吼，给他一记到落，大家人也欢喜，不是啊。耶稣无拢去到落，跩法利赛人咯、文士咯，跩兴个个，计定定物咧掠伊个话，咧找办法要怎样？哎呦，害伊个哦！达康一去到落，保罗也是安尼，所以保罗甲伊讲：，恁效法了我吼，亲就是你效法了基督哦，是安尼。所以你即阵咧效法个啥物啊？效法阮。诶，受苦是安尼，所以意思说，你若有急为着你做基督徒，你要忠心来做基督徒，忠心跟随耶稣。你若为着安尼，受人会逼迫，受人会反对，受人会迄个讲吼，这就是一项这个啊记号，就是讲你是真正一个基督徒。真正一个基督徒，我唔是咧讲迄款挑工的吼，我顶过有一个同学，啊，伊先做了吼，阮伫阮的汉文班，伊无要读阮的华语的册，伊咧读圣经啦，唔是即款的吼，即款是无正常咯个吼，安尼哦，总是事实来讲，恁啊事实要活着这个敬虔的生活。就是的确会受逼迫，这是保罗甲提摩太讲变，一个少年的传道人，这信心底下，欠债伊无经验着保罗啊所经验的，不过保罗甲伊讲变，讲你唔通奇怪吼，你若受苦，你若何人逼迫，这是当然的，这是自然的啦，你唔通感觉讲奇怪，无管怎逼迫是对外人。朋友甚至家己亲人、家庭的人，也是有。暂时因未明白，总是咱唔通灰心，继续跟地主，继续忠心，推因来祈祷，因为咱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万光灵的上帝，是万灵的上帝，达康伊有法通做。OK， 所以咱看起跩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，啊，会跩兄弟姊妹，因接受主的话语，尊重主的话语，将加上帝话语行出来，所以因才会受逼迫。OK， 所以伫遮吼，啊，我保罗为着安尼来，为着因来欢喜来感谢上帝，因为因接受主啊，接受这个道，正就是上帝的道。第二，哦，咱即阵咱来看保罗到底佫有甚物原因，讲伊要底下为着跩帖撒罗尼迦兄弟姊妹底下来
来欢喜呢，来感谢上帝呢。咱就是咱的经文，甲咱讲，我头先伫咱四周围的信徒，意思说，咱真想哦，任我包括吼，任阮团队牧师，唔是 Superman 吼，唔是看达康啊，真正好势哦。兼且你看阮是安尼哇。啊，牧师，你是牧师啦，你较特别啦，你较袂拄着灾，你较袂感觉安尼啦，唔通讲安尼。那毋是主的恩典伫阮的身上，牧师娘知影，阮的家庭知影，连我的囡仔知影。那毋是主的恩典，那毋是主的话语，阮早都无搁做传道，真实的，早都无搁做。总是这实在是上帝特别的怜悯，特别的恩典。因为什么？我也可以记得我的号召，我甲主啊，恩赦讲主啊，你是安尼。啊，我阁会记得讲上帝怎样听我的祈祷，诚实照安尼去做，甚至超过我所求的。好啊，阁要阁讲啥？毋是？哦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若不经验到讲上帝听到你的祈祷，这个应该就何里得到鼓励？哦，心灵真相是借着安尼阮经顶麦的经验，搁再甲咱提出来，甲咱提醒，当咱咧面对一挂艰苦的代志，哦，咧经过一挂试炼的时阵，心灵又搁再重在过去，怎样上帝？对你来安排，才有上帝对你开路。上帝才有听你的祈祷，搁再甲你提醒。上帝是上一位上帝，伊永无改变。对旧约到新约，伊是上一位上帝。旧约因有法通将红海开哦，啊，到今仔日上帝也搁有法，也搁有法。伊的能力无减少，伊的权能。也阁无咁做，上一位上帝依然是全能的上帝，到啊到今啊日上一位上帝永远无改变。OK， 所以伫遮保罗讲，伫四周位，遮着恁四周位诶遮兄弟姊妹讲吼教会，所以伫遮保罗提到讲，伫犹太诶遮教会，因受逼迫，甚至受对堕落的逼迫，是因家己人的逼迫，所以怎啊咱提到讲，兼且。咱信主了后，咱头一个信主哦，伫咱家庭内头一个信主，哇！但是咱若有啥物歹代志发生过吼，会怪你，捌安尼无？会怪你啊！你就是啊，因为咱本顶摆好势啊，当你信主吼，啊，我宗教过，即阵咱早即阵拄着灾啦，因为安尼啊魔鬼吼真巧，一日。这款的机会来做人呐。不过，咱无法当怪咱的家庭，还是怪别人，因为因无明白啊，因唔知影。不过，咱基督徒知影，咱知影魔鬼诶做法是虾米，所以咱唔通会骗去了。魔鬼本是咧骗人诶，咧害死人诶，哦，伊诶因有啲讲，哎，你安尼做，袂啦，袂啦，哦，无人知啦，所以你做了吼，伊要甲你创啥？啊，你做安尼吼，你看卖，魔鬼就是安尼遐歹啦，害死你去安尼做过吼，啊，你做了的时阵，伊阵甲你，你看卖，你讲你是基督徒，敢若你是安尼啊？所以何你灰心，何你唔知影你要去到咯？咱唔通未记得，那是咱到这款的坎站，咱原在犯罪对，哈、啊。总是伫咱犯罪时阵，咱跋倒的时阵，咱唔通定定坐伫遐，咱就搁起来，因为咱的上帝是永远听咱的上帝。啊，怎样知呢？耶稣替咱死啊！耶稣为着咱的罪死啊！所以既然是上帝甘愿将伊的罪剥开，
天顶所宝贵的经，读书的经，赐予你，为着你来死。啊，你即阵跋倒犯罪，伊敢无法通赦免你吗？哦，罗马书第八章安尼讲，啊，讲袂啦，无有啥物哈，通啥物啊？第八章三十几节哈，啊，因为保罗讲，无有念啥物啊？世界所有的代志，啥物官兵，啥物魔鬼，无法通将咱对上帝的听脱离出去，严是？哦，所以咱要定定记。唔过呢，咱啊伫迄个点，伫迄个点阵，伫迄个环境内面，咱家己，咱就是会感觉讲，敢若我，哦，敢若我，敢若唔是别人啊，上帝啊，敢若唔是别人啊，敢若着我啊，咱袂明白，咱无需要明白，咱只有需要想啊，牵了咱的手。想啊，要带咱的路，主耶稣要带咱的路。主耶稣，咱唱哦，经过了什么死亡，经过了所有代志，所以咱通活过伊，咱通靠伊牵咱的手，带咱去将来。无关什么的，无需要咱明白啦。根本上帝来甲你讲吼，咱也是未明，咁是啊、哦。所以只要什么？咱的目睭向主底下来看，忠心跟地，无管伫什么代志下面，咱会记得但伊哩伫西亚诶内面吼，上帝怎样，这是根本无可能个啊！伫人来想是无可能，不过是上帝啊，上帝有法呾，哦，所以咱就继续忠心，所以。咱唔通休息，咱即阵所咧经过艰苦，只有咱，也阁有别人，相信，甚至伫阿拉伯国家内面，受苦吼是加几落百倍的艰苦。那讲比较难，咱今仔日伫菲律宾吼，咱讲菲律宾啊，是自由啊，你去到落吼，你讲我是基督徒，啥物，出来几落本圣经啊？你用土粉，你用土粉啦，因为真侪无咧读咯。哦，啊，我见咱即阵是对手机内面已经有圣经咯，所以佫较无原因讲你无理由通无去读啊。你记得咯，有圣经啊，咁是有通读啊，有通听。你若讲目睭袂看，无要紧，有 audio， 有通听圣经咧读，是看咱的心是怎样。OK， 所以在帖撒罗尼迦下的级别是证明圣者是上帝的名，是因为因也是受到因其他教会下的级别的啊的艰苦的逼迫，哦，所以这个是证明因是真是属主的，所以咱苦难。欠债无偿啦，真相是无偿，因为咱对无偿的背景来，咱的情形无偿，咱的生理无偿，所以咱面对艰苦无偿。总是呢，虽然咱拄着的艰苦无偿，咱受苦无偿程度，总是咱为咱的上帝上一位全能的。上一位，咱感谢上帝，因为别个宗教吼，别人会讲啊，你若拄着这款代志，你需要什么款诶需要，你就找这款这个神啊。你若需要这个伫这方面，你就找另外这个神，真多啊。所以我捌过啊，一摆我也过去伫阮市场，伊也过卖新主诶时阵，我一直鼓励伊来新主，伊讲啊 ，Albert 啊，你。唔免佫甲我讲啦，我一日我家己会决定啦。唔知几年后，伊再甲我讲呢？你啥子东？伊甲我讲，你知哦？啊，我去已经观察真侪款诶宗教。如果有读未信主吼，伊读几本圣经对头到尾，伊读圣经，伊再看去，伊再讲什么啊？伊讲你知无？
基督教哈，这种你讲宗教哈，是第一实际，是第一实际。无过怀什么迷信，无过怀什么什么，特日是好的日，咱无过需要讲着几点才会做你出去，还是着几点才会做你埋葬，还是着几，无需要。特日是好的 ，OK， 因为咱的上帝是真正善迷信的上帝，所以相信咱信主的人，咱是第一福气。相信来讲，唔过呢。咱唔通为着咱这个这款的自由来多什么啊？将上帝吼放伫边头，有时咱无想讲，有时咱会袂记得，啊，咱会袂记。OK， 第二项，保罗国讲上帝的荣耀伫阮的面前，所以保罗伫遮，亲像我相信保罗啊，诶，讲一句吼，是亲像阮咱。基督徒，咱所谓基督徒，特别咱要爱，特别来啊，将上帝道、上帝福音啊，传给别人吼，爱别人来做因来信主，诶，做因一款诶兄弟姊妹。保罗伊讲，我诶冠冕，伫主耶稣那来诶时阵，我伫伊面前面对，我诶冠冕是啥物呢？兼毋是恁，因为恁徛伫伫条。在艰苦的时阵，在苦难的时阵，在受逼迫的点钟，因徛立条，这是真重要。咱无需要啊，亲像上啊，安尼遐熬念经、圣经节啊，遐熬啊传福音、遐熬讲，唔是这项。咱人吼，咱下底姊妹，咱有无上诶恩数？上帝若给你这款的恩赐，无独独你得给伊送，伊无独独给你送，咱唔通为着安尼来啊，恶道。讲干那我无法能唱歌啊，哦，干那伊这个姊妹干那较会唱歌，我干那无法能弹琴啊，干那伊较会弹琴。一摆啊，我甲牧师娘，牧师娘是音乐毕业，讲哎，你教我怎样弹琴么？在几摆啊，只有一摆。唔是讲一拜我会更会晓吼，一拜是先生导航，咁无咯啦，你个手伤短咯，无法得咯。咱无神的恩赐，哦，所以咱用咱的恩赐，照上帝所赐予咱的恩赐，底下来服侍人，侍奉主。OK， 所以保罗伫只伊讲，阮的冠冕吼，唔是啥物物质，唔是世界诶即款诶物件。我的冠冕就是恁，恁伫主内中心徛伫这条，虽然经过真多艰苦的时阵，恁依然伫遐继续活过主。伫主耶稣来的时阵，阮伫伊面前，阮通真正无惊伫遐来徛，因为阮的冠冕就是恁伫遐甲我做一个。唔忙讲咱遐伫这边基督徒，一日。耶稣过来的时阵，耶稣未问咱讲：“哦，你生意做怎样？你赚多少钱啊？”我唔是讲跩唔对哦，唔是讲无好哦。咱为着主来赚钱，这个是真好。咱上帝造化当应人，听来啊、来支持上帝的工作，来帮助人，做别人也祝福，这是好的。因为咱是管家啊。哦，咱较早几礼拜，咱讲到讲，咱只不过是管家呢，对。一切物件是属主的啊。你所看见物件吼，那无人吼，跩物件有啥物路用？所以人比物件较重要。因为上帝做物件为着人，啊，上帝做人为着伊，通荣耀伊的名。所以上帝。做物件，予咱人用，咱才有法通感谢上帝，荣耀伊个名。这是教安尼 ，OK？ 所以啊，唔忙讲兄弟姊妹，你出来上啊亲人朋友，也过无人捌住，唔忙讲，接到你个生啊，你个灵命，你个生活，因有法通看起主伫咱。
的来临。欠债上帝用别人带因来信主不要紧，不过你底下开始好意，开始啊想讲，敢那因跩人，敢那甲我无相啊？因拄着代志，甲我拄着是差不多嘛。不过因的反应哦，甲我无相啊。这款物件，愿上帝底下继续用伊的话句鼓励咱。唔忙讲早起吼。咱会记讲，咱虽然面对艰苦，唔单啊，咱咧受艰苦啦，别人也是有啦。总是咱的情形会无同，咱的艰苦会程度无同，总是咱有一位神，一位的上帝，伊完全能，伊完全能的上帝，定定甲咱做一个的上帝，永远疼咱。上帝，咱来三甲，伫主面前祈祷。特别上帝实在借着主的话语，搁再提醒阮。虽然阮经过艰苦，因为知影讲主，阮也要诚实要爱活着这个敬虔的生活。主啊，阮差不多的确会受逼迫，总是主阮无惊，因为你伫遐甲阮三甲伫咧。你依然全能，你依然。欢迎你依然是照顾阮、疼阮、永远疼阮的上帝，袂离开阮的上帝。所以主，阮知影，谁啊牵阮的手，就是你本身来牵阮的手。阮的将来，阮唔知影，总是阮只有知影一项，就是你要牵引出阮罪面的道路。我祝你听继续鼓励我们一人，兼且咱有诶，阮伫有诶伫遮伫你诶面前，有咧面对一寡诶艰苦诶代志，无管是虾米款，你拢知。求你加添阮对你诶挖苦心心，加添阮对你诶信心，因为主阮是你是值得阮挖苦诶上帝，永远无改变。所以主求你听锻炼阮。继续使用阮的灵生命，互阮有法通做主的美好的见证，互主的名得到荣耀。阮安尼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